这个孙庄好像应该是北京吧？啊，中通快递的一个招工啊启事啊，说招客服要司机啊，各两名哦，客服和司机各两名，一名司机一名客服，长期的要求阳的或者已经阳过的，阴的不要啊？为什么呢？阴的耽误活啊，这是一个。这里有一个呢，说这个关于赵某某、李某某居家隔离办公的通知是吧？说各事业部12月6日起，公司按照市防疫指挥部的文件要求，不再执行入场扫码和核酸证明检查工作。开展职工自我核酸抗原检测，截止到9日上午12时，全体员工自我抗原检测结果由人事部统计分析汇总，阳性的34人，阴性的2人。鉴于赵某某、李某某啊，结果为阴性，无法证明其已具备免疫能力。经总经理办公室会议研究决定，要求赵某某、李某某同志啊是居家隔离办公，待其证明已经感染并且具备免疫能力，方可申请回岗上班儿。这个是湖南长沙，笑死！证明什么呀？证明现在阴性的需要隔离。阳了的可以正常上班，证明了这个。